是安怎？你哪会肯去王家撇一个风雨呢？这是阮人贵。你若无破病，勇勇行行笑。你若甲这个安全无见面，你马上叫砸死。你是个对手，人去。小小安全部，那是我四林鬼个来报仇。来嘛，报仇！厝安尼破糊糊，过来一空过去一徛，迄风若来吼，厝破遐去要安怎？安尼袂用的，来阮家住来，阿唔甲你安。啊，我若要去，我若要去。大嫂，啊，无等较暗，风雨若是过较大，我再带来去厝内避雨啦。诶，是啦，即摆安尼是还阁会用的。王大娘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甲阮小姐当照顾厝内啊。安尼呢？是啦，你免烦恼。啊，恁真是无爱去哦。无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你若无爱去吼，啊，我也无爱甲你勉强啊。要无吼，你若看唔舒适吼，就囡仔大细带出来来去阮家避呢。我知影啦。啊，若无是危险了。大嫂，多谢你吼。好呢，无我来转啦，阿唔来转吼，乖。行好。大嫂，行好啊，里头，你都较注意个呢。嗯，吼，你惊我去有风卷去哦？哈尼啊简单，当我遮尼大颗，后迄个随便都有风卷去，你无听人讲大颗留咧地方开。谢你啊！还小心嘞！阿娘，我知影啦。娘，哎呀，小姐，是安怎？你哪会肯去王家撇一个风雨嘞？这是阮人贵。亲。
再给你生活白给。阿娘，我们女大，我们来困呐。我嘛要来困，紧紧多困。你咧咪陪者，我不爱跟你困。我嘛不爱跟你困，阿娘。我应该要跟你困哦。我爱你先困，阿娘，这桌顶来先睡袂。阿娘，你紧来困吼，紧来哦。何将军都回来，无啊，都大滴滚，确实是安尼，也无看迄人啊。啊，现在战场迄边的情况怎样？迄杜牧官的两个首长哦，非常的厉害。迄周大哥怀说哦，毋是伊的对手。哎，阿大，我咧看哦，若无咱四大哥出门。杜牧官凡事讲袂入面，是啊。恁甲看，大海将人破病到伤重，免哪有法度通去出战啦？无啦，也毋过吼，也毋过咱这边人死啊多安尼，啊周大哥即摆阁无看人，啊咱要安怎啦？
范冰，冰真恶人。大，这个，这我唔知啊。哥，你唔知，你唔知，你就要气死我。哎呀，郑龙华，怎样嘞？秋秋，是安尼，不秋秋，我看秋秋，伊性命保袂住哦。哎呀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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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稍等嘞，你慢点。郑龙华，我求你，拜托你，赶紧派人去救阮二哥到上来。安全不是小用武器，迄满洋的兵将，安是互拍到当作台湾，就毋是伊的对手啊。要你回头军规定过来，正规断绝，甲杜定年羹死里破敌。这下就先，但是在安定会将军，并回头军这名在天上在无名去哦。要要军，哎呦，加载加载加载，加载死嘞！你是破病，你若无破病，勇勇行行上。你若到这个安定要见面，你马上叫砸死。你是个对手，但去小小安定部。那是我四年过个来报仇。